何？お前はもう死んでいる。哇，世风日下，乜呢个婆婆咁猴琴嘅？街头 MMA 今次移师咗去街市啊！阿婆先系失平衡，然后顺手执起一个法宝胶盖，一个神龙摆尾，连环拍打喺男人身上面。男人被佢打咗几下，一嘢推开佢。阿婆踩到地上面嘅法宝胶，啊一声跌咗落地下，再随手拎起菜档嘅菜掉向男人。呢个时候，男人用手上面嘅胶袋一招流星锤推开阿婆，阿婆再次跌低，佢扑向男人嘅下半身进攻，双方揽住转咗几个圈，阿婆开大技偷逃反攻。出来！你冇冇？我冇啦！事发喺5月9日嘅夜晚，阿婆喺街市推住手推车运送法宝胶箱，当佢将一个箱掉落地下嗰阵，掉中咗男人只脚。双方继而发生口角再互殴，期间婆婆多次被男人推倒，佢突然大嗌：偷逃反击！警方拘捕一名68岁女子，涉嫌喺公众地方打交，唔排除会有更加多人被捕。